各位网友啊，大家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啊，能够来参加呢啊香草农场呢啊所啊承办的啊大寮红豆节啊。那香草农场呢啊，它是一个啊提供啊幼稚园啊以及国小年级的学童呢来做一个生态一个参访。那每年呢啊都有三四万位的啊这个在学学生呢啊来这边做一个生态。那我们的馆长呢啊正在农场的农场呢啊这个场主啊他本身也是教育界出身的，他非常的了解啊每一个啊三到十二岁的学童呢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每次呢啊我们来的时候他都会依这些协同呢啊年龄呢做一个个别化的一个设计啊，他在这方面呢啊非常的啊尽心啊尽力。所以呢这几年来呢博硕呢我们呢啊有来参访过的一个协同呢啊一个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碑啊。那这几年来呢我们的场主呢他更啊在这个啊除了参访以外呢，他有设计的一些给我们这个学生以外的一些家长做一个亲子游的一个课程。每次来的他都有专人在做这方面的一个介绍哈。那近期呢又研发出我们呢这个前台呢可以说口味很独特的一个香茅火锅。哈，这一点呢大概呢我想呢这种火锅呢你不来你也不感觉说吼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这一点呢我在这边呢郑重的推荐我们呢还没有吃过的一些网友呢你也当来。那我们大寮这个红豆季呢它也是一个大寮一个观光的一个路线的一个景点这个是值得你来这边益友的一个场地我以高雄市幼稚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在这边的郑重推荐，谢谢那今天呢这个活动呢办得非常的成功红豆季这个。那我们呢所有今天与会的贵宾呢都受到我们的场主一个热烈的一个款待。那我特别的介绍呢我们的严文瑞场主呢来介绍一下他目前呢营业的时间，还有他里面的一些设施，以及呢他特别的刚刚有给网友们推荐的在前台呢这个最独特口味让你呢口齿留香的一个香茅火锅请他里面呢我们再欢迎我们这个严场主呢来跟我们呢所有的网友做一个介绍谢谢谢谢我们善美香草农场呢最招牌的呢就是我们的柠檬香茅绿茶全台独一无二。那我们的香茅是我们农场自己栽种的将近2公顷的香茅所新鲜熬煮而成的那我们自己调制。那我们善美香草农场呢成立13年，那目前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团体的户外教学，那周六周日呢是对外开放假日餐厅。那我们呢招牌也是香茅火锅是我们的招牌那我们园区里面呢的设施呢，我们除了餐厅以外，我们后面的让小朋友可以钓青蛙那还有动物喂食，还有蝴蝶生态那如果礼拜六礼拜天呢居家呢团聚呢，我们这边提供烤肉还有土窑的设施欢迎大家呢可以莅临来参观享受一下乡土呢乡野还有生态的旅游一日游
谢谢。那我们目前呢，我们的地理位置呢，在高雄市大寮区中庄里打铁店街26巷116-1号啊。好，我们预约电话是701-3652。啊，目前呢，今年度啊，我们列为高雄市呢观光护照哎，里面的农场78家厂商里面呢，啊，我们的善美香草农场，那还有高雄市呢观光列车，哦，大寮区呢，我们善美香草农场呢也有列为观光列车的路线，啊，所以在今年度呢，我们有列入观光护照、观光列车，还有红豆节哦，大寮区的红豆节的配合厂商，啊，希望各位呢。嘉宾呢，可以到我们善美香草农场来，啊，来一日游，啊，谢谢各位。大家好，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设备。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柜台，哦，那所有的香茅啊，一些火锅都是在这边做的。那我这边呢有香茅柠檬香茅绿茶啊，很好喝哦，是我们老板娘亲自特调的，是有机然后又养生健康的食品。啊，我们冷热也可以喝啊。那我们这边有推出柠檬香茅绿茶的伴手礼啊，它是里面装2罐，哎，香菇太空包啊，里面有像这种柳松菇跟雪白菇，哦，都可以直接吃的，哎，都可以直接吃。食用菇，哎，因为我们这边呢，放在这边是给一般游客参观，嘿，对，给他们参观，然后看香菇是长怎么样子。那我们如果客人想要买的话，也可以另外贩卖给客人。嘿，我们的牛蛙池，嘿，可以进来。那我们牛蛙池的周围呢，有金鲤池，像这样正方形的一个，嘿。哦，我们这个牛蛙是给小朋友户外教学，然后钓牛蛙的。哎，啊，一般游客也可以拿钓竿来这边钓。不会，因为我们的饵呢是用猪皮，然后给它咬住，哎，咬住而已，然后它就会夹很紧，之后你再抖一下，它就放开了。不会受伤。自然生态园区啊，那这边是我们的石头，那这边。整个都是香草园。像我们的薄荷啊，薄荷草跟，然后还有甜菊，那薄荷跟甜菊加起来就是清健口香糖。对，清健口香糖都是从这边种的。薄荷，那这边呢有我们的一小撮的香茅。对，这种就是香茅，虽然它还很小。这个不是草哦。这是香茅草。有味道，要不要试闻一下？
哎，这边是我们的鸟，哎，鸟笼这边。这边晚上没有灯，哎，对啊对啊，因为怕有灯的话，它的植物生长不了。嘿，我们的走道，星光走道，嘿，走过来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那个清香味。是我们的生态蝴蝶园区哦，它是给一般小朋友来参观，然后看蝴蝶是怎么生长的。好，那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里面蝴蝶呢大概有数十种，嘿，进来看一下，也都是我们自己亲身养的。对，这边就它这边是他们的蜜园。那我们的毛毛虫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怕说它会突然间死掉，然后所以我们就把毛毛虫集中在这个地方。哎，鸟也不会进来吃掉它。不用啊，这边都是他们爱吃的草。哎呀，那是我们的鸽子园，它里面也有许多的鸟类。那里面主打的是那个白鸽，哎，白鸽跟雉鸡，还有金鸡，哎，还有日本鸡，哎，还有许多的鸡这样。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富裕区，给一般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奔跑，也可以玩溜滑梯。然后我们旁边还有呼啦圈跟泡泡。让小朋友玩，哎，可以接触到草地。哎，这边是我们的，也是算小花园。这边是养殖区。啊，像这种爬藤类啊，是大白斑蝶的幼虫爱吃的，那种叫做爬生藤。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土窑区，那现在看到这边有冒烟的是在生火，那等它生火完，然后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外面跟里面的石头都会变红色，红色之后就可以开始把东食物丢进去了，再盖把用土盖起来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呢是有种金钱树的教学，那小朋友来的时候都会先来这边坐着，然后在这边领取盆栽，那盆栽有这种大颗的，从小颗变大颗。小颗虽然不在，那这边的土呢是给种小盆栽的时候用的装的土。那我们这边舞台呢是给小朋友啊，有什么毕业典礼啊之类的，给他可以跳舞，在这边上面跳舞。哎呀，
是我们的神秘果，神秘果树。那这边这么大棵都已经种了一二十年了，现在季节还没到，大概三四月份就很多了。对啊，神秘果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就稍微甜甜的啊，但是你吃酸的东西之后就会变甜的。对，要停一下。那这间是我们的香菇园，不过它现在在整修中，要稍待一下。那里面种的全都是百种菇啊，很多种菇，香菇的教学的地方。那这边是我们的香菇培养组，对，另外一种木屑，算是木类，木屑，对，它不是土啊。一般的毒菇的话都是种在土里面，那我们可以吃的菇都几乎都长在树上，所以有些人都把它用木头把它用成木屑，再来培养出香菇来。对，地上的菇不要乱摘来吃，给小朋友动物的喂食。那这边有鹅跟鸡啊，还有鸭。那这边是我们的山羊，它长了一两年了。那还有可爱的小兔子跟天竺鼠。小朋友的话都可以进来做触摸，接触，亲近小兔子。我们这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动物，叫做乔巴，它是穷香猪，麝香猪啦。地方呢是我们做生态瓶的地方，那生态瓶就是一种小鱼缸，然后里面放一只鱼，然后跟再把盖子盖起来，就整个跟我们的地球隔绝在外。那它里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有土、有沙子、跟植物还有鱼这三种，那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做一个循环，然后给小朋友教学。这边呢是我们的有毒植物区，像这种变叶木啊，这种都是有毒的。这边也是变叶木。那有毒的植物呢，通常你只要把这个树皮挖开，然后它就会分泌出白色的乳汁，那种都是有毒的。榕树那个汁也不能吃下去，也有毒。那这边呢也是我们的小水池，不会，没有。这边呢是我们游客，一般游客来这边休息吃饭的地方，他坐的位置。那像这边的话，大概可以容纳六七十个人。在这边吃饭的时候，风也可以从左右两边的风吹来，还有花香。这边里面啊，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像是什么公家机关啊、社团活动都可以来这边做活动。那这边呢是我们古人他使用的器具，像以前农田啊，然后都没办法像我们现在有那么科技这么发达的东西。那这边呢就是以前们的人在用的工具，那像这种谷物机啊，那个胖达，还有那个牛在推的。我们这边呢是尚美农场，希望大家有空呢可以过来我们这边来参观，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农村的生活，还有一些花香的气质。